现在死磕基本都打野，不打中的。哦，我知道。那死磕打野前期就刷吗？不过他那个大招有点恶心。这我按听着会比较刺。这不是我的号，我调一下那个，调一下东西。这也不是我的号，这我个。也要调。好的。我们说一句团，我们可以干一下子，搞上去。哎，我一般不打一级团的，因为不打吗？那我们就。一级团亏的总是打野，不管赢了还是赚了，亏的总是打野，因为打野就没人帮了，可打。知道吧？你晚点帮我做个眼就好了。行，我帮你在哪里？哦，蓝是吗？你红开，这边。我帮你做个眼。哎，不过他死磕的话，你可以丢近一点这边嘛，你可以晚一点再丢，1分钟之后再丢，不然的话你会给他看到。你可以在他 F6 那边丢一个。可以。可以。拉一血了，队友太给力了。拿到了。老板在这。哎，你的狗号是多少来着的？我的狗号啊，79108445。79108445啊，对吧？8445，对，79108445。啊。我还在调这个东西，有点多。我几个朋友挺喜欢你这个声音的，迫不及待跟我要狗号了。是吗？对。太喜欢蜡笔小新吗？对，他们比较喜欢看动漫。对。我这上路有点厉害。瑞文也能买上，像我们这把聊聊天就可以赢。感觉这把你先不奶，先不奶，可以我把 Q 到。哎呦，他闪现招了 ，AD 没闪。EZ 还是有一点疲软感觉。不会吧，主要看着 EZ 会不会玩，会不会玩的 EZ 还是挺强的。刚刚感觉能杀的，没有扛到他。EZ 这个英雄会玩不会玩，挺极端的。这边招野人了，别干了。不，肯定是这个 EZ 太菜了，你想到你发挥了，等我来帮你一手。我的问题。哎呦，他这不是他这个 E 也太真的，我瞎了，贴到别人的脸上是什么意思？这两个这么点血吗？早知道我来下了呀。你去那个草丛里，扫把，你看见没？一滴血，看到了。但我估计拿不到吧。他怎么跑了？他没有闪现。知道。哦，nice。女警也没有闪，你小心一点。没有，我不可能 EQ 他的，EQ 才夹着我死了。可以，你开个夹子，而且会扛他。你能帮我，感觉可以整他一手。我帮你扛一下。你在外面扛一下，对对对，你在外面扛一下吧。我帮你扛，我帮你扛。对，你都，哎，可以可以。三下还是挺肉的。我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没事。你这开盾第四下估计也扛不太了，三下极限了。没关系，还可以吃个冰。其实对面下路。挺好打的，但是我们 AD 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。你想说他比较笨是吗？皮肤还挺好玩的，这是那个什么雪橇还是那个溜冰？冰壶？哎，这是那个冰壶。对，感觉像拿了一个马桶刷子。不
是马场刷的，那个是冰壶里面的刷冰壶的。你没看过那个冰壶运动吗？喜欢那个三叶草那个。三叶草那个有特效。对，有特效，绿色的。乔凯就是人头。这个 EZ 就好像在咬我，我要死了，完了没了。所以你应该等我来的。我还是不打了，真的，我不打了，我跟他再接一点。没事，这个女警有闪金了，我可以来收她，待会儿。嗯，我不打了，真的，每次都。这个血挺满的，他。嗯，我就跟你。哎，等一下啊，看我位置差不多到了，你再上。你先别下他，我一个兵就可以到六了。行，好，可以上了，等你来我到了。对，可以上 ，OK， 等我。哎呦。完了，我就空了。没事，我到六了，都要死。还有 Q， 可以。他俩就完了。再等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吧。嗯，这一波很赚。哎，你可以往我这边包一下，我们左右把它给包了。这边有个死哥，你走过来。里面有死哥吗？我来了，等我一下。来晚了。来了。哎，女警来了。我们伤害不够，直接走。没办法，走了。还可以杀这个，过来。可以，我来了。我在这边。有点迷路了。不是，这个 EZ 我真的，你把他往这边拉可以吗？我还有个 EQ， 有 E 没有？可以往这边拉，来直接再 Q 他一下。我有 Q， 你说可以了，被动 A 一下，快点，哦，吃个车，再见。你临死前可以吃个车了。没，我已经双手离开键盘。你要不能放弃治疗？这死哥真的是，我不能放弃治疗。刚刚没看到那个法拉利，法拉利 A 一下你就。多赚个100了。对，法拉利 A 一下还有钱。战斗之心。这英雄技能权重肯定高的，怕的就是他技能空了。对啊，但是他的大招可以中，别的技能中不了。你只要二到 EQ， 他刮个大 WQE 的就直接秒了对面，很夸张的。嗯，我见过那种玩的特别好的英雄，挺厉害的。怎么说？其实我有点想，你这波你要来，我马上就到了，对，我会来的。你们这个线可以往回控一控。嗯，可以。啊，感觉控不了这个线了，要不然直接推了吧，你们。推进去好。直接推过去、啊。对，直接推进去，我绕后。好。女警好像回家了。没事，回家了更好，一锅端了，他没意了。他没回。我绕后了。我们可以吃点烂钱。这小法有表，那得先杀女警。哎，还有秒表吗？
哎呦，完了，你被定住了，被晕到死！哎，这个这个小伙还挺恶心的，晕一下，我你再给个夹子，我两个直接被控到，大概刮一下死。哎，他这个秒表真的打扰了。再 Q 一下。感觉你可以单吃他，有这么多兵，再 Q 一下。子哥，有炮车在。怎么说？他闪现了。没事，闪就闪了。反正也没闪。你一到他还是能杀他的，要自信一点。E A Q nice。不是，他跑那么久了，他跑在这里跟我秀。哎，不行，扭掉了。差一点。他没大了，没关系的。不过你要走了。没大就行。因为这女警过来一个二，你得死了。我走了，我走回家了。有点害怕这个女警，怎么办？她有R，你死不了，开盾。死不了，嗯。你皮比较厚。他知道我在那里回城，所以只能过来打断。有点舒服，双 buff 在身上。 舒服舒服，哇，这一波可以。死了，这英雄还是太好碰了，刚刷就完了。这有人可以打，打不了他得死，有他。 感觉我可以跟这个 AD 单挑一下，黄琼 PK 一下。他是打不过你，女警这个英雄太弱了。他打不过我，但是他招治疗了，他有治疗。他专门成型以前太弱了，他只能打压制。哎呦，完了，小法来了。哎，可以，我躲一下。不是 EZ 不来啊，我一下。哎，别，没了，我已经尽力了。 之前刚出猫的那一段时间，有的时候我拿出猫，我就看 AD 就选 EZ， 然后大家就猫配 EZ 很强的，好吧？你看，对，大家一起混，两个混子，主要是难杀，太恶心了。嗯，猫那个辅助是真的恶心，但是队友对他成见其实有点挺大。因为刚出来大家都不太会玩。我有大招 ，nice。 死哥给跑了，我有专门，当时他出来的时候我专门练一下，因为英雄比较怎么说的女孩子嘛，就比较喜欢猫。死哥在这边。F6是吗？我过来了。嗯。他走了。他走了。他应该跑上蓝去。残血。 我去搞他。你说这个小法，哎，可以。哇，这个 EZ 又贴脸，吓我一跳。还不走？不是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他这 E D 血扛了一下塔是什么操作？真的是。哈。有点。哎，我这个盾也太薄了吧！到我165、130的血，我死。 这是高手。嗯，你说话有一点卡卡。有吗？你可能是一闭麦，然后一开麦就特别卡。哎，我自由发言啊。你应该是按键说话，是不是？他怎么建议我用什么管理员身份启动？歪歪。哎，可以 ，nice， 这波我开到了，nice 了。 还好，嗯嗯。
这波感觉可以，这兵有点多。越一哈，这个角月去下了，他交闪了，角月来下了吗？嗯，快到你们那、哦、没事没事，没人，他在后面，过来这边，可以 nice， 完了，我到了，你在这边，他 Q 到他了，你有大招吗？这是必然，嗯，可以，可以，我 Q 了，你跟他车子吗？我没了，给我上了引燃，有没点你老板说你比较高冷的？谁说我高冷啊？不是不是说你高冷，没有吧？ 你跟一般的陪玩走的程序不太一样。程序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我也可以开启话痨模式，我害怕就是你会嫌我烦。对了，你要开启话痨模式，我就自己玩自己的，你可以聊。挺好的，我就不用讲话了。因为我一般认真打游戏的时候话就比较少一点，打完游戏就话挺多的。感觉你可以单吃他，开玩笑。我又可以单吃他，感觉这个人还在推塔疯狂。再见，兄弟，再见。咦，兄弟，太可怜了、nice ，女警这个英雄，辅助都可以单杀，没办法，他打不动我，比较硬。给你套个圈圈，这不是打不打动你的事，换一个别的辅助他也打不动。nice， 他又死了，哇，这把有点厉害，你要红吗？那红应该这把角色杀了，我给你套个圈圈，你给我开这个是吧？给你套个圈圈，哇，你想给我把那个骑士的，这应该套管子、啊、你想要那个小皇冠啊，饥渴骑士之士是吧？没有，我一般就顺手就吃这个东西。感觉皇子跟日女有点像一家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感觉他这个肤色比较像嘛？都是金色的。对，肤色还有穿的衣服都特别像，我们都是比较高贵的贵族，来自皇宫。可以，这死哥我开到了，好不了，没了。nice， 这个蛮王，蛮王跑了，好像回家了。你一般就跟小姐玩游戏，你话多吗？分人。分人，什么人啊？什么人的面前你话比较多？嗯，像你这种的话，就会话比较多一点，算是了。你意思说跟我打游戏，你就已经算话很多吗？嗯。啊，我感觉这波可以打吗？不可以，打不过，没状态了。六百，而且对面人比较 多。嗯，我一般我平时我都不讲话的，比较自闭的。
那今天还好，我是有点医术的，可以给你治一下你的自闭。等一下，我还有大招，我有大招，我有大招，可以 ，nice。哎呀，哎，你没死吧？没有，扭掉了。哦，哟，完了，你怎么了？这个，完了，这个蛮子从哪里出来的？我也想知道，我有一点短，有一点短，不然不是杀了三个了吗？还有两个。对啊，这个蛮子，完了，我感觉我没了呀。还在打红，完了，他开大了，哎，他没大招吗？瑟瑟发抖，好像差不多可以一波了，那个龙就差不多了。我以为他有大，战斗之心，誓死方休。好，帮你出那个，帮你出个小皇冠，给你套上。这不是皇冠。我觉得长得有点像皇冠。皇冠是那个加速的，你怎么喊的装备跟我喊的装备的样子不太一样的？哦，那没有，我一般，我觉得他挺像的，你看他有两个脚啊。姐妹们，管他是什么，带上就行。怎么说呢？这一波，哎呦！小法已经打不动，不疼了。能一波吗？中路这个卡推着。一波不了，再打两波。我帮你扛，你快出来！哎呦，这瑞文有点危险，别浪费兵，你们先绕一下。我有大招，不过。等那个死哥的被动没了再上，可以可以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EC。哎呦，这个女警在塔上，要到了他就。我找个位置，这个地方大不大？来，他非得要跳进去。好，再来。怎么说？帮你看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溜了溜了溜了。哎呦，又是这个兄弟。完了，他可能有大。让他有大招，躲避场就好了。可以。他打不过我，我跟死哥有点。没蓝了。你躲一下。没事，我再等一个盾。没了。他没了。被吸血了，哎，不、哦，你没看他死了之后那个被动有点恶心。我知道，我主要走位没躲了他的 Q， 我刚才想扭一下，没躲过就死。哎呀，这把很巴哎，我买错了，我怎么买个这个剧情啊？买什么？我应该买贪欲的，这个血吸不上来。我买了一个巨型九头蛇。我说打这个血吸半天吸不上去的。哦，没事。这波感觉可以打，我的这 EZ 伤害挺高的。好痛啊！
之前收回之前他很疲软的话，所以这表示我挺硬的好吧，我一点都不疲软。你得表示我挺能顶。完了他没了，兄弟再见。有点看他走不走，不走直接上，他塔没了。哎呀他有秒表啊，这个看见死哥我就想起云顶之弈。云顶之弈里的死哥也特别猛，太好了，好像瑞文有点帅。 nice 吃鸡。